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十一面，我们从第三行看起。从三行将文念一段啊。二者为以住持有则得，为行住坐卧四位一业，大乘八万，小乘三千，为住持之楷模，整六合之文序，出三界之替顿，越苦海之巡航。我们就看到此地啊。这一段是讲我们修行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所必须要学习的，威仪，也就是规矩，威是威德，仪是仪态。在中国古代，对于这一桩事情呢，非常重视。威仪是佛法里面讲的，我们中国也有，但是中国一般呢是礼仪啊，不讲威，讲礼。利益，我们都知道，古时候都称中国叫礼义之邦啊。那么由此可知，他对于礼仪是非常重视的。人人都要学习的，都不能够违反的。可是现在没有了，现在我们到日本去，还能看到一点，还能，日本人还能保持中国古代的一点形象，那也算是很难得了。那么中国把这个礼仪丢掉至少有四代了，我们算二十年做一代吧，那么也有八十年。确实，像我这个年龄，小时候，我们住在农村，农村里面还有，这些礼节还有，在古代，史书里面常讲。乱世治世天下大治，这个治乱的标准是什么呢？就在礼
啊，一个是离呀，一个是乐。离是戒制人的行为，啊，用佛法讲呢，身口的行为。乐是调节性情，啊，调节性情的，它都是属于教育。我们如果细心的去读历史，啊，中国的历史是断代史，春秋跟这个史记，我们可以说是通史。以后每一个朝代有它的历史，啊，像汉书、啊，唐书、宋史，啊，这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一个朝代政权建立了，一般不会超过五年。朝廷呢，就颁布礼乐。我们一般人生活就上轨道了。啊，你是什么身份？啊，行什么礼？穿什么样的礼服？在以前都是有规定的，不能乱穿衣服的。啊，士农工商。啊，士是读书人。今天讲的知识分子，啊，他穿什么样的服装？啊，农民穿什么样的服装？工人穿什么样的服装？啊，生意人做什么样的服装？啊，那么他们都有分别的，啊，为什么呢？便利于行礼。这个根源从哪里来的？是从五伦来的。啊，你看五伦里面有一条，长幼有序啊。啊，长幼有序，在家里面是兄弟，啊，在社会上啊有长幼。年幼的要跟长辈行礼，啊，这个阶位低的要向啊在高位的人行礼，做官的都是读书人，啊，所以他们的衣服上面呢就绣的有花纹，叫章服，啊，文章的章。绣的花纹呢，是代表阶级的。啊，但是从前呢，有九品呢，啊，九品中正呢，他绣的花纹代表阶级，颜色也是代表阶级。啊，连帝王也不例外，啊，帝王穿的是龙袍，啊，以后是用黄色的。黄色的多，啊！你看他绣的龙，啊，龙啊，爪子不同，啊，皇上五个爪，五爪金龙，啊，亲王，啊，皇帝的儿子，皇帝的兄弟，四个爪。就少一个了啊！你看清朝贝勒了啊，那只有三个爪啊，所以看起来好像一样，你看龙的爪不一样，你就晓得它有阶级啊。所以有五个爪只有一个人啊，皇上只有他一个人啊，所以这个礼服很重要。因为现在没有了，
啊，现在士农工商没有了，所以清朝亡国之后，啊，民国成立了，社会就乱了，国家了没有治理，没有作用，啊，祭礼，啊，祭天，啊，祭山川鬼神，啊，祭祖先，现在用的民间用的都是原先清朝的。民国没有办法，啊，不知道怎样做才好，啊，像婚礼、丧礼，啊，这个宴客，啊，可以说是社会整个社会乱了，啊，这就是我们这里讲的，啊，整六合之紊乱，啊，那就是我们的威仪呀。疏忽了，约大概现在只有一个国歌，啊，军队里面好像还有军乐，啊，其他各个阶层里头也都没有了。这社会的乱象啊，怎么能够上轨道？啊，所以在将来写历史的人，写这一段的历史啊。叫乱世，是没有规矩，啊，没有规矩，没有礼仪，啊，这个是这一段时间呢，太长了，将近100年了，一个世纪没有颁布礼乐，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啊，啊，这是很大的疏忽。啊，这一桩事情，现在的时候，既然想治理作用，好像也没有人了。谁对这个东西有研究？啊，没有行不行呢？没有就永远混乱。如果要想社会，啊。恢复到礼仪之邦，啊，和谐社会，这个就是有必要的，啊，很有必要，在中国推行了几千年，啊，你看现在我们丢掉了，丢掉就社会就乱了，啊，不知道怎么样做好，让这丧服。这很重要的啊，老人过世了，披麻戴孝是清朝的丧礼，民国没有治理啊，所以丧礼有很多人问我啊，穿什么样的衣服啊？有些人信仰宗教啊，外国的宗教啊，像基督教、天主教。用他们宗教的礼服，那就是外国的。那在中国没有礼了，你能说不对吗？不能说不对。啊，也不能说对，这没礼嘛，这就难了。啊，月也没有。这是个麻烦事情啊！啊，看什么时候啊，政府觉悟了啊，来推行礼乐的教育啊。现在是要教育，不教育的时候，颁布也没有人能做得到啊，所以一定要教。那么四位仪，你看中国古时候啊，中国古时候啊，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单位啊，是国家基本的一个单位，是家庭。中国的家是大家庭制度，现在也没有了。
啊，中日八年战争最大的损失是中国的家消灭了。啊，抗战之前有，抗战之后没有了。啊，这个非常可惜。家对于中国5000年的长治久安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啊，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修身是个人的，家是社会的。啊，从前有个小家庭，家庭人丁不旺，也有几十口人呢。啊，一家了七八十个人呢，这都是人丁不旺的啊。啊，普通的家庭，标准的家庭，大概都有300人左右，人丁兴旺的呀，有700-800人。所以家是个社会呀，这么多人生活在一起，他是一家人，一个祖先传下来的吗？啊，你看夫妇结婚，啊，小孩生多了。我一个同学，小学同学，小学2年级的同学，我们在台湾有4个人，啊，有一个就住在屏东，前几天来看我。带一个照片给我看，啊，我们是38年到台湾来的，60年前，啊，在这边结婚的2个人，现在全家我看到照片的时候，啊，这个子孙，有12个，这么一大家，啊，这个还不算多的。啊，我还有一个朋友在台北的，啊，也是夫妻2个到台湾，现在全家有20-30个人，啊，你看60年，啊，增长多少倍？啊，那么中国过去是5代同堂，啊，第6代呢才分出去另外另一个家庭。啊，5代是不分家的。啊，你看从自己算起，啊，有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啊，那个高祖父母，这个5代就是100年了。啊，20年是一代呀，100年了。啊，你得儿孙多少？啊，所以人丁兴旺。啊，夫妇2个生小孩生多，啊，多的有10-10几个的，啊，6-7个不算多啊，啊，这样子延续下来的时候就有几百人了，啊，这么多人在一起生活，如果是没有规矩，那不就乱了？所以家规重要啊，啊，所以是各有各法了，家有家规呀，啊。我们这几年提倡这个《弟子规》，就是从前大家庭人人都要遵守的。啊，你不遵守，家就乱了。啊，这个《弟子规》里面是113条，啊，这个是共同要遵守的规矩。啊，只要你是一个人，只要你是家庭一份子。必须要遵守。除这个之外还有规矩，那是每个家不一样的了，啊，每个家有他的单独的规矩，啊，那么这些呢，多半记载在家谱里面，祖宗立的法了，啊，后世的子孙是世世代代要遵守啊。所以家有家道，有家规，有家学，有家业，啊，它是一个团体。家能够治好了，你就能治国。治国跟治家没有两样，啊，只是扩大一点而已。啊，所以
齐家而后国之，国之家齐了，国是很好治的。那不像现在呀、所以诸位要是读中国古书、你就能够体会到，古时候在社会上各种行业，哪一种行业最轻松？哪一种行业是最愉快的呢？做官的。为什么呢？没事，没有案子办。社会上啊，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他没有案子办呐。一个月有个三五件案子就很多了，哪像现在啊？现在案子办不完了。所以你看，从前做官的人，他没事读书，游山玩水，你看作文作诗，他就玩这个消遣去了，深山里面去访道，找找道长、和尚去谈谈佛，谈谈道，他有的是时间的，哪有像现在做官？现在做官好辛苦啊！今天的社会，各行各业哪一行最辛苦啊？从政的人最辛苦。跟从前完全颠倒了，什么原因呢？就现在因为社会动乱，没有理由，麻烦事情就多了，这刑事案件，我曾经在此地见过这个司法行政部长、司法院长赖院长，他们告诉我。台湾现在刑事案件一年超过150万件，平均每天2000件，办不完啊！你说在从前的时候，一个国家可能一年都不会到2000件，现在一天2000件还得了吗？你说他多辛苦啊！他哪有时间呢？那么这些都是属于教育问题啊！要知道佛法是教育啊！你看看这个《华严经》里面，贤首过师给我们提出这篇文章。望境还原前面三大段是讲的哲学、科学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从这个地方往下四五六三段是讲修行行是什么呢？行是行为，行为很多，佛法里面把它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身体，身的造作，我们讲身业，业就是活动，得有规矩。第二个是言语。言语是口的行为，口为祸福之门所以说话很重要孔子教学把言语摆在第二本了，第一个是德行，第二门是言语，你看看他多么重视说话是学问第三才是正事，
正是就是我们今天讲是技术能力，你将来在社会上可以谋生啊，最后才是文艺，那是放在最后。那么这是在佛法叫口业啊，第三个叫意业，业是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有个标准，有个规范，你不能够超越，也不能够不及。啊，超越一点没有关系，不离谱。啊，不及差一点也没有关系，所以它有个标准。啊，这个标准就是伦理。啊，我们中国人讲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这是核心的标准。不能够违背的，就像佛门里面讲的十善业道、三规五戒啊，这也是一个核心的标准啊。展开来呢，那就是此地讲的了，大乘八万四千，小乘三千为一，啊，大乘叫八万四千细心，啊，那在我们中国，如果其实跟佛法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啊。五伦是五条，五常也是五个字，啊，四维是四条，八德是八条，你看看这多简单。它展开来呀，也是八万四千呐。啊，那么《弟子规》就是这些东西展开，你看展开说的113条啊，113条里的每一条啊，再展开呢，那就叫细心了啊，在佛法里面叫唯一。威仪是细心啊，原则叫戒律啊，从戒律里面再分出来的时候叫威仪啊。我们生活能懂得这些道理，能遵守这些规矩，自己心安理就得到了啊。为什么呢？心平气和啊，生智慧啊。我们一般讲开悟啊，现在一般人为什么没有智慧？你所生的是烦恼啊。为什么呢？你心不清净啊。心为什么不清净呢？你没有办法安定下来，你想安定也不行。今天社会是一盆像一盆浑水一样啊，也就是社会里头没有制度，没有理由啊，理由是属于制度啊。我们生活在乱世，很痛苦啊啊，乱世要这个恢复自己的清净心非常困难啊，那只有
啊，远离都市，啊，住在深山，啊，或许还能够啊恢复到清净心，啊，那是很少数的人有这个福分，有这个缘分，才能做得到，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啊，那现在深山要修行呢？修行难，深山里面去住家，自己住茅棚可以。啊，为什么？从前寺院庵堂都建筑在深山里面，远离都市。现在不行了，现在开了马路了，车可以上去。啊，游客多了，把你当作观光旅游的景点，啊，在呢这些电视网络都上去了，啊，所以原本是个清净的兰若吧，现在也被污染了，啊，现在想修行都困难了，都不容易啊。啊，现前的社会修行要能成功，他的功夫道行肯定比古人高。啊，古人要生活在这个世间的话，他也会退转。啊，他也很难经得起考验。所以我们今天在一起学佛，要明白这个道理，只有自求多福啊。除这个之外，真的是没法子。啊，那我们是染污要尽可能的避开。啊，那么今天我们也晓得染污最严重的是电视，是网络。啊，这最严重的染污。啊，你在这个都市里面，你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接触到的，没有一样不是染污。啊，你自己应当知道回避。啊，闹中取静，我们自己有个小房子可以居住的，啊，安身的，啊，我们把这个东西通通放弃掉。啊，我是最好连电话都不要装。啊，有电话就有麻烦，你这个心情就不能够安稳。那从前没有电话，日子不是也是过了吗？啊，为什么要这些东西？会省很多事情啊！啊，我们有事情去找人可以用手机，手机平常不开，人家打不进来。我有事找人的时候，我能找得到他，我不找他的时候，没人能找到我。这个法子好啊！啊，我也有个手机啊，我充一次电可以用一个月，一个月充一次电，你就晓得很少用，啊，一个星期难得用一两次，啊，别叫人来烦我，啊，我们才能够清净心，啊，没有电视，啊，也没有电脑，什么都没有。啊，那么除讲经之外，我们读经、念佛。啊，否则的话，确实是很难啊。啊，经营道场现在都很难得清净心。就昨天我们在一起学习过啊，三福六合啊，三学六度啊，我们幕后啊还有个十愿，十愿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啊，这很重要，这是在华严经上的，所以净宗跟华严的关系非常密切。
我们在这《无量寿经》的经本，你看看夏莲居老居士把这部经汇集成48章啊，佛法叫品，48品。第二品呢，它的品题啊，它的题目就各尊普贤啊，你就晓得它跟华严经的关系了啊。由此可知，每一个修净土的人都是修大方广佛华严的人啊。所以在清朝乾隆年间，彭继清居士这个人也是了不起的人啊，虽然没出家，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他有一本著作《华严念佛论》啊，黄念祖居士有讲记啊，也流通了。他告诉我们，他说《无量寿经》呢，既是中本华严啊，那我们就明白了，《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那翻过来说呢，《华严经》是大本无量寿经。《弥陀经》是小本无量寿经。华严经就变成净土三经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华严经幕后怎样圆满的？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才真正得到究竟圆满了，究竟圆满了。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我们修净土在学华严，为什么学华严？华严是大本无量寿经啊！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全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啊！再说的贴切一点呢，就是说的我们自己啊，字字句句都是讲我们自己啊，没有离开本分啊。啊，十愿展开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无量无边的法门，总归拿起来就是这10条。这是《华严经》上说，一戒是度，度戒是一啊。啊，每一条里面出生无尽啊，我们在前面看到三种周边啊，条条是如此。你看第一条讲离尽诸佛啊，我们前面跟诸位做的报告，礼乐多重要啊！这个地区的居民有礼有乐，那就是大智之士。
礼要没有了，就大乱之时。啊，所以第一条礼敬诸佛了。所以人从哪里学？先学礼，先学敬，学这两个字。啊，对谁呢？对诸佛。诸佛是谁呢？每一个众生都是诸佛。那《华严经》不是说吗？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那经上常讲的是讲三世佛，啊，过去诸佛，现在诸佛，未来诸佛。啊，过去佛那是人家修行成就了。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凡是明心见性的都是佛。啊，现在修成的，啊，现在佛。啊，那未来佛呢？未来佛是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是未来佛。这是佛在教学里头的方便说啊。说真的呢，真的的本来就是佛。没有过去、现在、未来。而且要记住，一切众生，他讲的是众生。人，众生怎么什么意思呢？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众生。啊，那我们人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佛经里面说语叫四大五蕴呐、啊。啊，我们这个身呐、啊。啊，四大是物质。这肉身是物质。五蕴里面是精神。啊，五蕴头一个是色的，后面四个。受想行识是属于精神。啊，是物质跟精神呢、啊、合合这一个现象。啊，人呢、啊、那你看出生是不是众缘合合而生的？是啊，这出生也是的。啊，我们再看花草树木是不是众缘合合的？也是的。山河大地是不是的？还是的。包括所有自然现象全是众缘和合而生的。那么这个众生的范围可就大了，太大太大了。啊，再往外扩大，包括了不同维次空间的众生。啊，在我们佛法讲十法界。啊，科学家讲不同维次空间。啊，我们前面这个三段呢，就说了很多了。变法界虚空界。啊，我们明白这个意思。所有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什么关系？一体。啊，这个体是自性的真如本性是一个，所以佛法常常用大海做比喻啊，性海本性像大海一样，这一切众生比作什么呢？比作海里面的浪花，浪花水泡很多啊。太多了，无量无数啊！啊，从哪来的？都从海水来的。啊，它本身就是海水。啊，浪花破了，它就没有了。啊，它体在呀、啊，它海水沉的。啊，所以是一个自性呐、啊。谁知道呢？觉悟的人知道，这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知道，啊，
我们六道众生不知道了，完全不知道，迷失了。四圣法界里面的人知道，啊，像声闻缘觉菩萨，啊，十法界里面的佛，他们知道。他知道什么？他没有证的，听说没证的，啊，必须破一品无明，也就是无始无明破了，但明心见性，那你就是证的了。啊，你完全明了了，肯定证得你得受用啊。没有证得的时候不得受用啊。那证得得什么受用呢？得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啊。就像华严经上佛给我们介绍的啊，说一切众生呢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句话说得好啊！啊，跟现在明心见性的、见性成佛那些人呢，一丝毫差别都没有。啊，为什么现在不能现前呢？啊，诸佛如来才能现前，我们不能现前，什么原因呢？他说出来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你看一句话就说交代明白了。我们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啊，这三种人，这三大类的烦恼，烦恼障碍了你的自信，自信并没有消失啊，自信还在啊，就是你迷了啊，迷了的时候自信它还是起作用，它那个作用是消失，负面的，不是正面的啊。我们中国古人讲阴阳啊，讲道啊，道就是阴阳，阳面是正面的，阴面是负面的。我们迷了，迷了之后呢，我们的智慧变成烦恼了啊。所以佛家讲啊，烦恼即菩提啊，体是一个，你觉悟了，烦恼就变成菩提，转变了。迷了的时候呢，自性里面本有的智慧变成烦恼啊。德能呢，德能呢，迷了的时候就变成造业啊。相好呢，相好迷了之后就变成六道三途，变质了啊。所以说生死即涅槃啊，啊，涅槃是阳性的正面的，生死是负面的啊。所以佛家常讲断烦恼，那是什么？那是一个教学的方便说，不是真的。真的如果烦恼断了，那智慧就断掉了，哪有这种道理呢？所以转烦恼成菩提，这个就对了啊。所以那个断的是意思你要懂，不是真的断了，转变啊，转烦恼成菩提，转生死为涅槃啊。啊，转恶业为善业，转染业为净业。佛家讲转变呐，啊，怎么转？在你心里头转，啊，在你念头上转，念头一转，外面通通都转了。所以佛法的教学讲到最后，只有一个原则，啊，一个方向，一条路。就是转变啊，你的慧转啊，众生成佛要怎么个修法啊？现在我们很清楚啊，
很明了啊。要多长时间呢？给你讲老实话，是一念之间。啊，你看佛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如果我们现在把妄想分别执着一下放下，不就马上成佛了吗？啊，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给我们做这个表演。啊，在菩提树下入定，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立刻就成就。顿时放下是谁啊？顿证。同时的，这叫一刹那了。啊，唐朝时代，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这诸位都知道啊。啊，他也跟我们表演，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一听到这个道理，他就能够一下放下。啊，一下放下呢，立刻就证得。啊，释迦佛距离我们太远了，那是外国人，能大师是中国人。啊，他的弟子把他一生的行仪写成一本书，叫《六祖坛经》。啊，那么在台湾很容易看到，啊，流通量很广，啊，你看看就晓得，啊，他24岁的时候，年轻啊，啊，在五祖忍和尚方丈室里面半夜三更，啊，五祖给他讲《金刚经》大义。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豁然大悟。明心见性。啊，说出他体会的境界。啊，说了20个字。说完之后，五祖给他印证，啊，一点没错误，完全正确。后面就不讲了，啊，这个衣钵就传给他了，啊，他为第6代祖，啊，所以你说，成佛需要多少时间？一念呐，哪要这么辛苦啊？啊，我们天天都在这里学习，啊，修84000法门，修了一辈子，门在哪里还没找到？啊，这什么原因呢？没放下了。啊，所以佛法的修学了，放下就是了。啊，所以我很感谢我的老师张家大师。啊，这个是58年前呐，我第一次跟他老人家见面，那个时候我26岁，啊，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我说方老师告诉我，佛法无比的殊胜，我明白了。有没有方法让我很快的就能够契入境界？我很着急啊！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他老人家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们这样看了半个小时，一句话都没说。在他的小客厅里面，磁场非常好，都静下来了。半个小时之后，他才跟我说，我一耳朵就竖起来了。我问的问题有答案，不是没有答案，有。我的精神就振奋起来了。他又不说话了。那么这一次差不多等了有六七分钟。给我说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我听了吧。似懂非懂，好像这不是难事啊！看破放下，我向他老人家请教，从哪里下手？他告诉我，从布施。布施就是舍呀，我那是刚刚入门呢。方老师给我介绍上不到两个月，真是什么都不懂啊！问也不会问，从哪里下手布施？他老人家就告诉我讲的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对我们这个初学的人，也是真的。说高深的我们不懂。是在讲那个布施，要布施什么呢？要把妄想布施掉，分别布施掉，执着布施掉，那就成功了。讲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业，还没有离开人世间呢。那是教初学。我能懂，我也能做。他要讲像现在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我就听不懂，我也不会做。学了58年了。我也讲了51年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教诲，一定要懂得。那现在我们在大乘教里面完全明了，六道是怎么来的？执着来的。你有坚固的执着，就有坚固的六道。你把六道看淡了，六道就不能拘束你了。你把事出世间一切人事物这个执着统统放下，不再执着了，连执着的念头都没有了，六道就没有了。这是假的，不是真的。就好像做梦一样，你那一方面梦醒了。永嘉禅这个禅宗基的正道歌上说得好，说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晚上睡觉做梦，梦中有境界，醒过来就没有了。六道是如此。什么时候你放下执着，我对于事出世间法，一切人事物不再执着了，你就醒过来了。六道没有了，六道没有什么境界呢？四圣法界，也就是说，你入了另外一个空间维次，六道空间维次没有了，不见了，好像我们看电视一样，换了频道了。
前面这个频道没有了，啊，后面显出来，啊，四乘法界是怎么造成的呢？是分别造成的，啊，你没执着，你还有分别，啊，有分别就有阿罗汉，啊，有辟支佛，有菩萨，有佛，这十法界里面佛，啊，天台大师讲啊。相似即佛啊，不是真的，他没有明心见性啊，在十法界里最高的啊，但是四圣法界里面的人刚才讲了，他对于佛所证的这一切法的真相他们知道，为什么呢？他们都是学习经教的，他都懂，没有证得。为什么没证得？没放下。啊，这个悟啊，叫解悟，不是证悟，证悟才管用。啊，解悟不行，解悟没有办法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啊，所以要证，证是真放下。啊，放下就证得了。啊，所以四圣法界里面的人，比我们自在呀。啊，我们这有苦，他那里没有苦啊，所以三苦八苦他们都没有啊。啊，他们在那边的是，就是不断的要提升自己境界，也就是不断练习，把分别放下。分别是尘沙烦恼。果然真放下了，最后还要把起心动念放下。起心动念是什么？叫根本无明，无始无明啊！不起心不动念的，十法界就没有了。所以六道是梦境啊，十法界还是个梦境。啊，这个放下之后啊，出现什么？一真法界，出现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啊，如果我们这么说法，六道是两无，四圣法界是清净，这有染净。到一真法界的时候，染净都没有了。那是真实的报土啊，它还是有相啊。极乐世界就是的，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就是的啊。那你到那个境界里面，普贤菩萨的十愿你就全看到了啊，他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表现出来，他自自然然的，绝对没有一点做作。我们现在要学，是有做作的，他们做作的痕迹你都看不到。啊，你看到所有的人，啊，他们见面那么样的谦虚，那么样的恭敬，那么样的真诚。啊，那么样的关怀啊，互助合作，你全看到了，那个世界多美好啊！啊，一丝毫缺陷都看不到。啊，在那个世界里面没有男女之分。啊，但是他还是有形象。啊，为什么？无明是无时无明是没有了，无时无明的习气没断。啊，所以佛经里面讲啊，菩萨修行啊，要三大二乘七劫。三大二乘七劫不是讲啊，从我们现在修行期啊修成那么长，不是的。
三大圣期间是成佛之后啊，习气通通断掉，要那么长的时间。啊，习气用什么方法断的？没方法，一有方法就坏了，你不又起心动念了，又有分别执着了。他没有分别执着，没有起心动念，你说他用什么方法？时间久了，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啊，需要多长时间？三大圣期间，这个没法子缩短的。啊，所以就随其自然。啊，在那个地方修行呢，啊，佛经里都有讲无功用道。那不像我们这里，我们设法界里面这个用道是你有功用的，他那是无功用道。啊，古大德讲，此处用不着力呀，啊，一切顺其自然，这就对了。啊，古人有个比喻，比喻得很好。啊，从比喻当中，我们能提到什么叫习气？习气难断。啊，古人用酒瓶，啊，酒瓶是盛酒的，啊，把酒倒干净，倒的擦得干干净，确确实实没有了，一滴都没有了。可是闻闻还有味道，那叫习气，那个味道你就没法子断了，啊，你洗也洗不掉，啊，瓶盖打开放在那里。放个三个月，放个半年，这就没有了，这就断掉了，这叫无功用道啊！我们去倒它，去擦它的是有功用的啊！所以最后无明习气啊，不好断啊，不理它没事啊，那个习气不碍事，习气完全没有了，我们现在明白了。极乐世界也没有了，华藏世界也没有了，最后变成什么呢？常寂光土。常寂光是永恒存在，那个常寂光就是自性，所以自性里面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那是常寂光净土啊，身土不二，身土是一不是二啊，它虽然没有，它能生，它能现，它能变啊，怎么个变化呢？众生有感它就有应，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啊，这个感应我们可以从日本江本博士水师宴里面看到了啊，就他做这桩事情，这个消息传到我这里来，我很欢喜。啊，跟华严经讲的，可以做印证。啊，水是矿物。啊，水有没有执着？有没有分别？有没有妄想？肯定没有啊。哎，可是我们以善意对他。它有好的反应，有恶意对它呢，它有坏的反应，这就叫我们有心去感，它无形而应。诸佛如来在十法界里面现身说法，就是这个道理。你看释迦牟尼佛这早成佛了，不是这时成佛的。发这个《梵王经》里面讲，他这一次到这个世间来表演成佛是第八千次。你看他常常来啊。啊，他是来演戏的，表演给我们看的，不是真的这一生当中修行正果的。啊，那么这种表演就像江本博士水师宴一样，我们有心对他，他是无心的反应。他反应能现身，虽现身，
虽然是住世80年，讲经说法49年，我们要细心去体会，他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决定没有。他起心动念不就退转了吗？他没有，他确实从常寂光里面来的，他不是从十报图里头来的。啊，起心动念都没有，哪来的分别执着呢？那么他给我们讲经，为我们示现，他要有分别，那是什么？随顺你们的分别而分别，随顺你们的执着而执着。啊，就像水里面现的结晶一样。啊，它是随你们的意念呢所现的，不是他自己的。他自己要现的话，应该都是相同的。为什么江本博士这十几年的实验，他告诉我，没有两个是相同的。这什么原因呢？随众生心嘛，因所质量啊，啊，随心因啊，《楞严经》上讲的啊。啊，我们同时一个人，我自己一个人，我前一念头跟后一念头不一样。啊，虽然说我对水，我很喜欢你，我爱你，他现的那个回应的这个捷径呢，不相同。嗯，前念跟后念不相同。啊，因为我们前念跟后念呢有差别，啊，所以它不会有相同的这个出来，啊，如果是常寂光里，那我一定完全相同，那肯定相同。为什么？他没有起心动念，他肯定相同。啊，常寂光跟常寂光的时候，他没有感应，啊，他不起这个作用。摄报图跟常寂光有感应，啊，常寂光跟常寂光没有感应。啊，我们现在啊，了解这些东西啊，这是解悟啊，不是证悟啊。那证悟呢，我们的能力可大了，我们的智慧神通全部就出现了，啊，我们是解悟。就对这个事没有怀疑了。你看搞了50-60年了啊，才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那往后我们的功夫就在求证。但是这个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难啊。就放下真不容易啊。啊，所以我们学华严经。啊，在华严经里面说，指出我们一条修行的道路，决定念佛求生净土，到极乐世界自然就证得了。啊，会很快的证得，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就非常的难得了。啊，所以在现前，我们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啊，没到极乐世界之前，我们一定要把普贤行愿尽心尽力地把它做到。啊，我们做人学谦卑，学礼敬，我们对佛是怎样的礼敬，我们对所有的众生是同样的理解。对于蚊虫蚂蚁，我们也是这样的理解。哎，真的跟他们沟通了。啊，我们在澳洲院子很大，院子里面种菜，很大的一个菜园。
我在澳洲居住的这个房子的院子，和中国呢是170亩，英亩是28个 acre，大概和台湾算夹奖，好像5个 acre是两家，我们有十几家地，是很大的这个面积，那种菜，我们没有用化肥，没有用农药，小虫，要吃怎么办呢？我们都称小虫称它菩萨，它也很高兴，我们都是很尊重嘛，那我们种菜呀，留叶一片。这个菜园里画一个地区域，告诉他那个地方供养你们，小虫全到那边去吃。给一个钱跟这边的时候，他就不吃，他留给我们。我们也种了很多果木树，果木树对小鸟也跟他，协调，我们指定有几棵树供养你们的。鸟都到那边去吃，没有指定的，他都留给我们，很听话了，比人好处啊！我们在那里已经做了10年了，效果卓著。我们的菜园、果木园，放佛号，放佛门的音乐，供养他们。所以通通的沟通啊。我在那边住的时候盖了一栋房子，新房子里面4个宿舍，4间。房子盖好之后啊，我搬进去住。到第二天，洗手间里面很多蚂蚁，这新房子它从哪里来的？怎么这么多？我洗手间就不能用了，我就跟蚂蚁说：“我说蚂蚁菩萨，我早晨起来要用洗手间，希望你们在半个小时之内，你从哪里进来，还从哪里出去？半个小时之后，我到外面去散步，半个小时回来的一只蚂蚁都没有了，听话。”有一次我在中国大陆，晚上我要做晚课，念经做晚课，蚊子很多，我就跟蚊子菩萨讲，我说我现在做晚课，你可不能扰乱我，我做晚课了，欢迎你们听。结果有30-40只蚊子就钉在墙上不动，我的晚课做完了，他也还不动，我就去睡觉了。第二天早晨还有10几个，他不扰乱我，跟我一起做晚课，我做晚课回向给他，所以礼敬重要，从内心里面他感受到，我相信他会感受到。我们对他礼遇，他对我们的回应也非常之好，这是对动物，对植物也一样。你看我们种的菜园，种的果木树，我们对树礼敬。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树木高度有一个人的高。有一个人高就有树神。那我们就尊重他。不是树成的神，是由灵。依这个树他就住在这个地方。好像他把它当作房子一样。他依这个住。所以是几百年的老树。
啊，千年的古树，它要住在那里不走的话，我们一般讲都成精了、精灵了，啊，就精灵是真的，啊，草木的精灵，这个小草的时候，它也有灵住在里面。那个灵就像小孩一样，啊！我听的有同修告诉我，真的不是假的，啊！就我们菜园的时候，对于树木花草，我们都礼敬呐，啊！整个大自然。我们前面读三种周边，啊，周边法界，畜生无尽，含容空有。大师给我们举例子，一微尘，啊，微尘，我们肉眼看不见呐。啊，是物质里面最小的，现在科学名词叫基本粒子 quark， 大概是属于这一类的。啊，它都有见闻觉知，所以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是同时发生的。物质现象里面有精神，精神现象里有物质，它分不开。啊，那这个说法呢，跟法相中讲的阿赖耶的意思是一样的。啊，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里头三细相啊，啊，称为阿赖耶。阿赖耶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藏识，啊，藏识含藏。它藏什么呢？整个宇宙的信息都藏在里面。啊，我想现在科学家讲的，或者是我们这个娴熟过失在这个里面讲的，这个微尘呢，这一尘，那一尘，我想相信那就是阿赖耶，啊，就是佛经讲的阿赖耶。啊，阿赖耶的三种现象，第一个叫业相，业就是动，振动，啊，振动才发生现象，啊，所以第一个是业相，第二个是转向，啊，转向也叫做见分，第三个是境界相，也叫做相分。那相分呢，就是物质现象，见分就是精神现象，啊，所以自性里本来有见闻觉知，见闻觉知不生不灭，啊，所以物质里头都有见闻觉知，由此可知啊，变法界、虚空界，它是一个有机体。它不是死东西，一粒尘沙都有见闻觉知啊！所以我跟江文博士见过好多次面，我去参观他的实验室，我告诉他，我说你现在水你实验出来了，他有见闻觉知。我在佛经里面讲，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通通有见闻觉知。啊，现在他们要扩大领域的实验，实验确实证明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精神跟物质是一不是二啊。
啊，从阿赖耶的这三细相啊，我们能了解。所以佛教给我们离境诸佛，这个诸佛就是包括变法界虚空界啊，不单指有情。华严经上还有一句话说，情与无情同源同质啊，有情我们现在的名词叫动物，那无情呢就植物跟矿物啊，包括自然现象啊。那么在佛法里面，你看就用两个字就概括了，诸佛啊。所以诸佛范围多大啊？那我们的理境也是变法界虚空界啊。这些年我们常说爱心变法界啊，善意满人间啊。我们从理境着手，所以理境呢非常重要啊，不能小看它了，千万不要哎，这是形式，没有必要，那错了。这个形式是必要的，是非常重要的，不能不这么做的。啊，今天大家疏忽掉了，所以才有这么多灾难。啊，你要细心想想，为什么会有自然灾害？啊，会有风灾，会有地震，会有海啸。那为什么我们对他们不尊敬啊？他们没有成佛，既没有成佛，他也有贪嗔痴慢，我们敬他他欢喜，我们不敬他的怨恨，那怨恨他就报复。你看我们今天科技发达了啊，用机械化的耕种，用化肥农药，破坏了自然生态的平衡，他报复你，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如果理境不是这么重要，诸佛如来为什么把它摆在第一条？啊，在中国佛教没到中国来啊，古圣先贤也把这个摆在第一条啊。你看离记的头一句，去离月无不尽啊。离是什么呢？离的意思就是自卑而尊人，自己谦卑尊重别人，这叫离啊。在佛法里面的时候，他了解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所以这个离境叫变法界啊。这个诸佛的意思就是变法界虚空界啊。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不能够设离啊，都不能够设境啊。这离境两个字太重要了啊，这大根大本啊。啊，我们要想修行成佛，这两个字做不到，那就决定成不了佛。啊，我们不可以不这么做法。啊，我们对人行礼，深深九十度鞠躬礼，认为你为什么这个？我想做佛，你就直截了当告诉他。哎呀，我想做佛，所以我就这样做。哎，你不想做佛，所以你不会做。啊，第二个称赞如来。嗯，你看看，这你换了字，称赞用如来，啊，礼敬用祝福，这个意思不一样。那如来就是佛，佛就是如来，是的，但是意思不相同。
说诸佛是从相上讲的，说如来是从性上讲的，这就不一样了。所以在相上讲呢，我们要一切恭敬，决定是平等心，决定没有分别。但是称赞如来的这个里头就有分别了。如来说，如来是性自性，与性德相应的称赞，与性德不相应的就不要称赞。不像诸佛一样，诸佛是平等的。性德是什么呢？我们讲最浅的，那在这华严经上讲，你看看他这里举四种性德了。第一个随缘妙用，威仪有责。他讲这个，如何制止待众生苦，他讲这个，这是最大的纲领。那我们现在这个学习要适合我们现前，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程度，那我们中国人古圣先贤教给我们，无常、仁义礼智信，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就这么几个字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待人接物，与这些字相应，称赞；跟这些字形相违，不称赞。你说不孝顺父母，不忠于他的工作，与人往言语不守信用，我们不称赞。对他要不要有礼貌？要有礼貌。礼是不能少的，不称赞他。那么在佛法里面，这个基本的与性德相应的三规五戒十善，这个能够奉行遵守，表现在你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是应当要赞叹的。所以与性德相应的赞叹，与性德相违背的不赞叹。不然也不要把别人的不好放在心上，那你就错了。这个我们常常提醒同学，我们要修清净心。你看看学净土宗无量寿经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依靠。无量寿经的经题上就把修行的纲领给我们提出来了。清净平等觉，这是修行的纲领。果报呢是大乘无量寿庄严，就是佛在华严上讲的智慧德相。大乘是智慧啊，无量寿是德了，庄严是相啊，你不是一切众生皆有如来德相吗？现在我们如来德相的时候变直了，不见了，要怎样恢复呢？你修清净心，修平等心，觉而不迷，就恢复了。所以这都是心得了，清净平等觉。那我们就要记住，要修清净心，决定不能被染污。什么东西染污呢？自私自利是染污，名闻利养是染污，贪嗔痴慢是染污，你不清净了。还有一个最严重的染污，看别人的不是，把别人的过失
完全放在自己的清净心里头，心不清净了，心坏掉了。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呀，应该怎么样？应该常常看别人的好处，不要看别人坏处。别人的害处坏处我们不说，更不能放在心上。要修自己的纯净纯善的心，这就好啊。这就跟如来相应了。才能长我们的德行，长智慧。平等心很重要。平等心呢，决定不能有功高我慢的念头。你觉得别人都不如我，你的切平等心没有了。要知道啊，平等心是佛心啊。佛在经教里面常常跟我们讲十法界。十法界是怎么形成的？是心变现的。当然业因很复杂，不是那么单纯。在复杂的业因里面，哪一个业因是最重要的？第一个，那佛跟我说出来了，佛是平等心，菩萨是六度心。圆觉是十二因缘心，阿罗汉是四谛心，诸天是上品十善四无量心，四无量是慈悲喜舍，人道是无界心。这个恶鬼是贪心，地狱是嗔恚心，畜生是愚痴心。那我们想想，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什么心，将来你自己就到哪一道去了。如果我们念念都不离开六度，你走的是菩萨道路。念念是平等心，你走的是佛道。这个重要啊，念念是贪心，麻烦大了，贪心是鬼道啊。那你走的是鬼道啊。念念是嗔恨的，是嫉妒，那是地狱道啊，麻烦可大了。所以道是自己走的。果报不能怨恨任何一个人，自作自受啊。没有人替你安排。都是自作自受。所以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我们在善财五十三餐看到了善财童子跟五十三位善知识，他是表演给我们看的。怎样行菩萨道，怎样行佛道。诸位一定要知道，佛法是修行成就的，不是念经成就的，也不是念佛成就的，但讲经也不能成就，行出来的呀，你要去做到才行啊。这个很重要。古圣先贤诸佛菩萨，他叫人呢是把行都摆在第一。
啊，我们中国老祖宗教我们笃行。啊，你看讲的是学习四个科目，啊，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最后是笃行。如果没有行，前面那个学的都没用处。啊，我们现在的名词叫学，啊，比如学佛的叫佛学，啊，儒学、道学，这个不管用啊，没有办法了，帮助你向上提升。那要怎样呢？学佛、学儒、学道，那肯定帮助你提升。啊，这个学就是笃行。啊，真正有笃行的人，一定是往上提升。啊，提升的快慢，与你的善根福德因缘有关系。啊，与学不学也有关系，不大。啊，像六祖慧能大师，他没学过。啊，他是个樵夫，不认识字。啊，他一开悟了，事出世间法全通了。啊，你去问他，他都能解答，他都能讲得很圆满。啊，智慧开了啊！啊，清净心现前了。清净心起作用是照见，啊，你们念心经，照见五蕴皆空。那你心不清净呢，不起照的作用；心清净呢，它就起照的作用。啊，心不清净要学，啊，心清净呢不需要了。啊，所以这个道理呀，一定要明了，啊。清净平等觉是太重要了。啊，称赞人好，专门看别人的好处，这个人，人在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啊，好人他也有缺点，坏人他也有好处。啊，称赞别人的好处。啊，把别人不好处忘得干干净净，啊，不放在心上。这不但提升自己，而且广结人缘。啊，你的人际关系一定非常好。啊，所以这个要懂。啊，第三个，广修供养，重要啊。啊，你看，广修供养，这是普遍。啊，别人有需要的，我们一定帮助他。啊，学者尊重别人，啊，这也都属于供养。啊，学者关怀别人，啊，照顾别人，啊，帮助别人。早年我跟张家大师三年啊，他老人家圆寂了，过世了啊。我跟他的时候他65岁，好像他是68岁过世的。我学佛的基础都是他老人家教的。他告诉我，人都贪财，能贪得到吗？贪不到。那怎样才能得到呢？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他说你要如理如法的求，没有得不到。
你看人能求成佛都能得到，那这些求发个财不是鸡毛蒜皮小事吗？哪有得不到的？所以就懂方法啊。人命中有财，财从哪里来的？布财布施来的。过去生中布施的很多，所以他命里财库满满的啊，无论干什么事情他都赚钱，他都财源源源不断进来啊。他布施的时候很痛快很欢喜，这一生当中赚钱一点都不操心啊，钱自己就进来了。布施的时候有后悔啊，布施的很勉强，财还是得来，得来很要吃，要很辛苦才赚到。那为什么呢？你布施出去的时候很辛苦吧，所以你赚钱也很辛苦。这老师告诉我这个道理啊，真的啊。那我们前世我们没有修，没有广修财供养啊，财布施，这一生呢在这个生活条件里面呢，关于财这一门的时候就比较上少缺乏。那能不能叫它提升呢？能。你在现有的基础上广修供养，越施越多啊。哎，我们去照做果然不错，真有效果啊，真的是越施越多啊。多了什么？多了一定要把它施出去，不要把它积在这个地方，积在这个地方会生病啊。财，中国人讲通货啊，它要流通，像水一样流通，是活水源源不断，你把它借住堵住了，它就变成死水了，死水就变成臭水沟了，那个麻烦就大了啊。这什么不是长病啊，就有灾祸啊。所以财不可以急啊，急的时候麻烦很大啊，所以一定要赶快把它施掉，不要怕没有，越施越多。这是发财的秘诀，这佛门里头有啊。你看学佛的人他不会用啊。啊，我是张家大师教给我之后啊，我就学，因为命里头没有财啊，过去生中啊没有修财布施啊，也没有修无为布施，所以自己啊寿命很短啊，大概只修了一点法布施啊，所以还有一点小聪明智慧啊，这对学佛有帮助啊，对老师知道恭敬啊，知道尊师重道啊，就老师特别照顾啊，告诉我要认真修三种布施啊，我就真干啊。法布施，讲经说法是法布施，布施这印经啊，流通法物，这属于法布施啊。所以在早年的时候是相当困难啊，寺庙里面有提倡印经书、印善书的啊，大家来募捐呢，来凑钱呢啊，我们有多少凑多少啊，认真去做啊，以后真的越施越多啊。我们没法子想到啊，你看现在居然我们分诵大藏经啊，这是佛门最大的一套书了，居然差不多可以送到10000套了啊，这哪里能想到呢啊。无为布施，果报是健康长寿啊。我那个时候怎么做呢？每一个月都要送一点钱到医院里面去做医药费，帮助穷苦的人啊，是布施一点医药费啊。这个工作呢，我是常年都在做，没有中断。
我现在移民在澳洲，我在澳洲住的那个城市叫图文巴，图文巴有一个公立的医院，我每一年送12万，就是一个月1万，或者一年送一次12万医药费，帮助贫苦的人。另外还有一个基督教办的一个关怀中心，临终关怀中心做得很好。虽然是基督教，他们很开明，临终的时候你愿意用什么宗教仪式都可以，这太难得了所以我也帮助他们的经费也是一年12万，年年都给他，这属于无微不至在泰国泰国政府建一个深切医院，我也帮助他们还有一些基督教天主教他们有些修女常常到非洲去看这些病患，他们有个医疗的队伍我也送医药费那么这是属于无微不至，帮助自己健康长寿那我的寿命以前人家讲45岁，那我现在都83岁了，我也没有求长寿不求，什么都不求，我也不求财，我也不求名，也不求利，也不求长寿，随其自然这样你的心才会清净活一天读一天经，念一天佛，讲一天经讲经跟大家在一起分享自己修学的心得所以广修供养才是真正的智慧真正有求必应佛菩萨不会说假话，句句是真实你只要依教奉行，准得好处这个好处是你意想不到的这三条修了都不错第四条就非常重要，忏除业障。业障是我们修行很大的障碍，这个障碍不能轻视，不但障碍你正果，障碍你开悟，你说麻不麻烦业障是什么呢？太多了佛把它分成三大类叫烦恼，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业是造作你跟烦恼相应那就障道不但障道，用中国人的话来说，障碍你的运气障碍你一切好的果报，你这都麻烦了，必须忏除最近这个一年多我听说大陆有一位刘善人，他在讲病，人生病不需要医药那么他给你讲呢，病就能讲好这桩事情我早年听说，但是没留意应该在20多年前
我是82年第一次到美国，是台湾万国道德会，他们在洛杉矶开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世界代表大会，我是以顾问的身份随着团到美国去的，所以跟万国道德会就有这么一个关系。万国道德会，王凤银先生发明这种治疗的方法非常有效。现在这个刘先生呢是他的传人，应该是好几代的传人。王凤银先生是清朝末年的人，清末民初，非常有效果。最重要的理论呢，就是参出液畅。液畅出来的时候，什么病都没有了。涉及20年的病，医药都没有效，苦不堪言。听他一说，你明白了，真正忏悔，病马上就好了。这个例子很多。我看我们下一堂，我把这个给大家来介绍。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这里。